不過全城起動咧，快打疫苗呢八個字咧，頭先我一開始係講啦。咁其實政府就喺唔同方面去推動啦。咁但係今次好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、是、政府能夠牽動到，或者都可以咧係呼籲到咧我哋一啲嘅私人企業、一啲私人機構係提出一啲唔同嘅即係支援，包括我哋成日講嘅一啲叫優惠，就鼓勵多啲人去注射啦。咁你即係講起嘅時候，大家就諗起啦，打完針之後可以抽獎，唔係打完針之後購物咧又可以有啲唔同嘅安排，甚至乎咧睇有冇運氣咧可以抽到個私樓添。Hermes， 我想問你，其實嗱，由我哋政府做到政府牽頭帶住做，跟住就有啲私人嘅機構一齊參與，共同同一個目標。嗱，呢個其實就係即係可以起動到成個計劃。咁但係到現在為止，你覺得其實呢個位置，你作為你自己每日都睇住嗰個總劑次嘅接種嘅時候咧？其實你滿唔滿意呢一個安排咧？嗱，每一個嘅即係動作啦，我哋叫都可能會有幫助嘅。我哋其實就咁睇翻，有抽獎本身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，我哋一個鼓勵啦。譬如講翻我哋自己公務員咁樣，我哋都有疫苗假期，可以有一啲方便大家出去，能夠啊，佢唔需要請假咧，佢就可以去接種中心去做啦咁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大家如果一個社會都係向住呢一個方向走，大家攞啲鼓勵出嚟咧，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而依家就咁講啦，我哋見到自從話有一層私樓或者有其他嘅優惠推出之後咧，其實我哋都睇到市民係熱心咗嘅。係。咁依個我覺得本身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係。希望就繼續，如果係咁樣推動落去。我哋頭先講啦，第二個100萬咧，我哋希望係即係已經用咗49日去做啦。我哋希望第三個100萬咧，可以再短時間啲，再快啲去做到咧，就更加開心啊！